心里面的恐慌其实影响很大。我们是有遇过病人被进来隔离，他的家人跟他的公司就很恐慌，对，而且一定要医院提出证明。病人都还没确诊，亲人、同事已经躲得远远的，即使最后结果是阴性，还要求院方多采检几次才能安心。这让吴义军相当无奈，因为自己在感染内科也常被当作异类。其实就是口罩跟洗手很重要，只要病人本身戴好口罩，那个病毒力传染也会降很多。吴义军说，唯有正确观念才能放下歧视，团结对抗病毒。突发中心，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。报道。